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春。我们今天来看陆服新出了两件新的时装。不过在介绍新的时装之前，有一件特别好玩的事情想跟你们分享一下。昨天我在玩陆服的时候，我发现曾小昭已经加入了兑换商店，然后我就忍不住找了台服的客服抱怨了一下，说陆服每次的曾系列为什么都可以这么快的进入兑换里面，然后台服都要等这么久，实在是很消磨玩家的热情啊。然后今天客服就回了，版本不一样，所以等待的时间也不一样。既然都这么说了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然后我就打开了我们台服的兑换商城，突然发现北侠郭靖竟然可以兑换了。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重点？本期兑换只能兑换150片。这个真的是超级好笑的啊。客服真的是帮我们争取到了北侠郭靖，但这个兑换数量好像开放了，又好像没开放，真的是匪夷所思啊。不过这次的确是要给客服鼓励一下，至少他兑换的速度真的是很快啊，只不过忘记跟他抱怨数量这种事情啊，甚至还带了一点嘲讽的意味啊，真的是有够厉害的。 OK， 希望客服再接再厉啊。那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，时装。这次陆服新增了两件时装，女生的时装叫做逐浪鸣，男生的时装叫做江神憨，我们来了解一下吧。我们先来看女性的时装，按照惯例咱们来看一下技能特效。哇塞，不得不说这是我第一次对女性时装心动啊。这一次女性时装的特效超级有够帅的啊，非常的可以。然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她的能力。主角技攻触发，为友方随机三名侠客附加抵御状态，降低目标受到内攻伤害 10%， 持续两回合。说真的，以我个人来看，我觉得降低内攻 10% 算是可有可无啦，因为毕竟不是伤害这种东西，而且内攻 10% 在现在的环境里面说真的影响不大。但是如果你是有收集爱好的朋友，这件能力值还是可以纳入收藏的，算是不无小补啦。再来我们来看男性的时装，按照惯例技能展示。结果男性的时装我反而觉得好像没有女性帅啊，明明动作差不多，但是我却觉得不如女性时装啊。没关系，咱们来了解一下能力吧。战斗开始时，为友方攻击最高的两名侠客附加血战状态，每回合开始时提升目标攻击 1%， 减伤 2%， 可叠加直至战斗结束。这件按照目前的环境来看，说真的也是可有可无，因为它毕竟是靠回合叠上去的。以现在台服不交战三回合的原则，他大不了提升 3% 的攻击跟 6% 的减伤。以三回合的效益来看，我个人觉得有点偏低啦。不过如果你是拿来打秘境或者是魔教入侵，这件时装就变得好像还不错，因为那两个活动动不动就是打十个回合啊，十个回合就有 10% 的攻击跟 20% 的减伤，算是非常不错啦。这两件时装如果价钱不贵的话，我对女性角色是蛮有兴趣的。我才刚转职渔夫男，难道我现在又要变成鼓手了吗？反正就等他活动出来再看看是什么内容吧。 OK， 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啦，我是小春，咱们下次见，拜拜。